感恩卢金红台长。我想问1985年的属牛的。属牛是吧？1985年属牛。啊，看到了。你讲吧，你想看什么？他的身体。男的女的？男的。看不出有很大的问题，它有两个部分黑颜色不是太好，一个是从这里到这里，包括后面，听得懂吗？懂。还有一个下来一点，小大肠肠胃这里到下肢，肝这个地方。OK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这两个地方让他呢非常的累，整天呢睡觉很累。而且呢想的很多啊，内分泌失调啊，人经常啊有颠三倒四的这种环节，就是经常会头晕晕的，明白了吗？对对啊，对啊。他以后能走路吗？可以。他的右脚啊，右脚啊，腿关节啊跟左脚啊不一样。对对对啊，你去看他好了，他的左脚的膝盖以上这个地方发麻木，他现在并不是说他完全不能走，而且是主要是他这个关节和肌肉啊有点萎缩。对对对，真 You're so right。 听懂了吗？懂懂。你可以帮他每天念大悲咒，然后求观世音菩萨保佑他身体好，他会好起来的。Okay。 应该可以走路的。Okay。 好吧。好好。还要帮他泡脚。泡脚知道吗？知道知道。做一些按摩会对他有好处。做一些按摩。Okay。 找一个人帮他腿啊按摩拉长一点。真的会好的。Okay。 好。好吧。没问题的，我看他还有3年。需要放生吗？需要放生。1300条。1300条。哎，3年之后腿就可以，叫他坚持下来走路。OK。好吧。OK。嗯。好。吃丹参片。丹参片。好。非常好。好。嗯。谢谢。嗯。然后还有一个网人，女的，姓陈，耳东陈，妹子。陈妹子。对。什么时候走的？2014。陈妹子，2014。哇，很好的一个人哦。对对对。哦，好的不得了哦。哇，他怎么到这么高啊？他信佛吗？是的，信佛。对。哦，怪不得哦。哎呦，哎呀，已经在那个无色界天了。哎呦，谢谢。他信佛是吧？对对对。哎呀，像菩萨一样的了。走的时候好像有人帮他超度的，找人帮他超度的。对。嗯。哇，很好啊，很亮哦。嗯。谢谢。是你家人啊？对。哦，我奶奶。你奶奶是吧？很干净哦，非常好，可以做菩萨了。哎，可以做菩萨了。好吧。啊。嗯。就这样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